牛肉包面皮啊。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兰兰，现在8:30，吃完早饭了。现在吃完早饭呢，我走着去菜市场，要是以前呢，我就走着去公园了。一个人吧，饭特别好做，随便吃一口就饱了，你俩人的你就得哈值得一做，要不然做多了你一人吃了上顿吃下顿的。平常我都骑自行车去菜市场，今天呢你也得运动啊，吃完饭我就走着去。今天早上出来贴了个暖宝宝这腰着，哎呦现在开始热呀，真暖和。好了，去菜市场买点今天吃的。我今天就决定买几根黄瓜，买一板香菜，嘿嘿嘿。黄瓜5.98块，西红柿6.58块。西红柿还有，买两根黄瓜吧，两根黄瓜6块。那会员卡怎么办？啊？后台去办。哦，我这里有会员价吗？哦，那就算了。我说买两根黄瓜，你看看又买了一大兜子。哎呀，还给我留着粥呢。真暖和呀，这屋里。做什么被窝都不叠呀。要肆意奔跑白天到晚上，直到我看见天空变微亮，也想要变成鸟儿在飞翔。我想让你的喝酸奶吃核桃。快点老张。喝酸奶，喝完酸奶你出去遛弯去。好喝吗？哎，打个招呼老张。呵，还玩高冷呢，还，走吧，出去溜达一圈，吃饭的时候就可以回来了。老张一出去遛弯，我就开始擦锅里，然后擦那柜子里边，就跟那床较上劲了，里外全给它擦了，我钻进去闻去，没味儿。但是里面哈，床里头还是比床外边地要干。你看床外边都白的那地。我看好多朋友们留言，建议我买一个同床，或者说四条腿的床哈，不要这种的。哎呀，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床吧，纯木的哈，特别结实。扔了吧，真的很可惜。看人家坐等吃饭，我来做饭。不停的忙，蒸锅，蒸点玉米，再蒸点我昨天烙的小饼。蒸两根玉米，这是我昨天烙的小饼，它是双层，再搁一层。好。这上面有五花肉、饺子，还有猪蹄儿，我妈炖的。我再炒一个菜就行。开始，我看看啊，功能第一，速蒸，速蒸就行吧，老张。啊，行，10分钟，好了。我早上买的菜放这儿了，本来想拌一黄瓜，香菜拌黄瓜，晚上吃吧。那人非让我买这个，他告诉这好吃。我都没吃过这个，他说这个。今天我是又一通的折腾，就把竹藤折腾了一下。谁知道这叫什么菜？卖菜的非说这个好吃，我就特别爱相信别人。他说切成片一炒就行。我怎么觉得这个像腌咸菜那东西？卖菜的是不是又骗我了？他告诉这炒着吃特好吃。他说不用炫，你看边上我都削下去了。他说带着这块绿的，哎呦一饿着费劲呢。下次可不买了，切点葱，好，开火，煮你，哎呦不行，大火，行了。有一天也许会走远，也许还能再相见。无论在人群，在天边，让我再看清你的脸。任泪水铺满了双眼，虽无言泪满面。不要神的光环，只要你的平凡。自信自生无憾，生命的火已点燃。哎，老张，下午请你吃哈根达斯冰淇淋，去不去？
就在这份儿，王府井这家。怎么样？喝咖啡，吃冰淇淋，入座。你坐那儿，我看看能照着你们。坐那儿，你看什么呀？坐那儿，快点儿！我照我干什么呀？站着去。又来劲，该吃饭了你就气我。拿走。忙活了半天，看我得赶紧干活。拿走。嗯，这上。哎呦，连这个，连这个啊。我为什么老瞪他呀？怎么也干啥吧？我就特别羡慕人家两口子一块拍视频。他吧就，他今天他以前答应我了，跟我一起出镜，可是他今天不出镜吧，是因为他不愿意让我拍他那个秋裤，你知道吧？他在屋里面要穿上外裤，他又特别不舒服，瘦蹲不下去，他说。然后呢，穿着秋裤哈。但是你可以跟我好好说呀，对吧？这都是可以后期你可以给他挡上的。哎呀，特别不耐烦。等他投座位之前呢，我就想试一试，因为我坐在那儿我看不到镜头里面。我说你先坐那儿试一下，我看看能不能照上。他就怕我照他，他就没事就老看那个自拍那个三脚架，就他在没在那里边。哎，我说哪至于，我没做亏心事儿哈。可是我看人家的两口子拍视频。可羡慕人家两口子一块拍视频。我干什么？我想先吃别的。你没碗啊？那个还没碗呢。因为呢有情绪，所以呢就会找茬儿、然后我就让他一会儿给我拿碗盛粥，一会儿开盖盖盖，是这样的，前面气过来的，那我就得折腾折腾他。让不让你？干什么呢？还看，哼！这不是什么东西苦的，上火了。你吃苦吗？你咋不苦？上火了我。就借着月光，再与你对望，不管落魄风光，我都为你守望。就让这月光。灰尘路上亮，有太多的话与你慢慢讲。好了，收拾完了，中午饭，把这锅拿那屋去。老张，老张，又来了。中午吃完饭，我俩出去遛弯去。请点赞关注哦。